确实有意思，这出题人不错呀。这两道题虽然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暗藏着很多陷阱。比如这第一题，龙涎香是三阶灵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肯定都很想得到的。聪明的学员可能会写什么：先观察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等等。但其实啊，这些都不对。 龙涎香是三阶妖兽幻罗兽最喜欢的灵药，它和幻罗兽几乎是半生存在。百年龙涎香的香味只能传递50米左右，一旦闻到清香，就说明你已经处于幻罗兽的幻境之中。此时，必须立刻服用破幻丹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至于这第二题，也很有意思。 白刃毒株拥有强烈的毒素，一旦被白刃毒株的毒素入侵身体，如果不在极短时间内解除的话，哼，必死无疑。这道题考核的是炼药师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毕竟，一名优秀的炼药师难免都会进入到森林或者去到野外，必须胆大心细啊。 大功告成！哼，小子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扰乱考核纪律，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答完了。这。 这才过去半个时辰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就知道他没通过考核，不过就算没写出来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自暴自弃吧？有什么好看？那小子难道还能写出花来不成？陈兄，你快过来看！第一题答对了，第二题也对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刚才作弊了？若他作弊，以你我的感知会发现不了。看看后面的答案，基础题全对。 这武士道题基本上包含了炼药学的方方面面，即便是你我稍有疏忽，也不可能全部答对。这。
这小子他居然做到了。看看后面流光大师出的题，前面都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只要死记硬背便可以答得出来，后面的综合题则不同，如果没有丰富的炼药学经验是肯定答不出来的。百年龙涎香往往与三阶幻罗兽半生存在，它的香味只能蔓延50米，闻到了百米外的龙涎香香味，说明已经被幻境迷惑，必须拿破幻丹服用，并撤离幻罗兽的幻境范围。这和标准答案是一模一样啊。不对，下面还有，在离开幻境范围后立刻在附近寻找一种三片紫叶的草药，含在嘴里可以抵御幻觉的冲击，再有充足的时间找到龙涎香后安然离去。这后面的答案不在流光大师的标准答案中啊。这三片紫叶的草药莫非就是三叶紫阳草？它的确可以解除轻微的幻觉，且和龙涎香相距极近，但是除幻的效果甚至不如破幻丹，也不能抵御幻罗兽的精神冲击，再次往返这岂不是找死啊？明明已经答对了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真是画蛇添足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下边的白刃毒蛛这题，在中了毒素后第一时间撤离，并在附近寻找蛛王草，将其捣碎，并和冰刃上的毒蛛血液混合敷在伤口之上，若无法获取，可在附近采摘叶树的嫩叶代替，在找到毒蛛的洞穴之后将其击杀，然后取出毒蛛妖核碾碎吞服。这道题他又答错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封住潭中鸠尾心诀三穴，同时找到蛛王草吞服而下，延缓毒素的蔓延速度，如此城池远在万里之外也可以治疗。这小子完全搞错了方向。死记硬背答对了前面的基础题，轮到真才实学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哎，不过如此而已呀。考试结束，考生退场。老天爷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怎么这么难？这次不行下次努力呗。秦晨，试卷考得怎么样？没希望了，看来这次真没什么希望了。还好还好。这道题也能答错，这还不如那小子呢。哎，这批考生的素养也实在是太差了，虽然题出的难了些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啊。陈默，莫阳城，流光大师，经过第一轮的考核通过了多少人呢？遇到大师您出的题能有几个通过的？我出题虽然有些刁钻，但只需要细心分析，任何一品的炼药师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。若这样都能出错，让他们通过考核只会是我们丹阁的耻辱。炼药师除了实力之外必须要细心，一旦出现差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我来看看。你看这个，连羊菊草和羊菊花都分不清楚，一个是清心润肺的药物，一个却是剧毒之物，若是让这样的人通过了考核，
以后炼制丹药的时候出错，该追究谁的责任呢？再看这个，余罪国的提炼要用到六种手法，他却只写下五个，偏偏漏到了最重要的一个。药效都提炼不出来，怎么炼丹呢？这个70分，貌似成绩不错嘛。基础题居然全对了。这是一个狂妄的小子写的，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居然也想考一品炼药师。若不是丹阁有规定，早将他赶出去了。不过是靠死记硬背答对了一些基础题，后边的题写的狗屁不通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这个是妙啊，居然想到了用三叶紫阳草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，成功采摘到了龙涎香，既脱离了危险又取得了龙涎香，一举两得，实在是妙啊。这可三叶紫阳草不是只能解除轻微幻觉吗？你懂什么？三叶紫阳草的功效确实是破除轻微的幻觉，功效不及破幻丹的1/5，但它若和破幻丹结合到一起，能让破幻丹的功效提高1倍以上，完全可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呀。哎呀，莫非他这道题是答对了？何止是对呀，而是比我给出的答案更胜一筹。再看下一个。妙啊，用蛛王草和白刃毒蛛的血液混合，或者是用叶树的嫩叶取替，涂抹在伤口，再去击杀白刃毒蛛。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哎呀，你看这刘大师，他这道题也答对了，简直是完美呀。这白刃毒蛛的血液同样含有剧毒，但蛛王草和白刃毒蛛的血液中的毒素可以产生反应，涂抹在伤口之上，能暂时的免疫数个时辰白刃毒蛛毒素，恢复行动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叶树的树叶同样具有相同的功效，只是时间略短而已啊。可即便如此，体内的毒素还是没有解除啊，而且吞服毒蛛的妖核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你懂个屁呀你！白刃毒蛛最强的便是它的剧毒，只要短时间内对它的毒素产生免疫，哪怕是人级的武者都能将其击杀。同时，蛛王草和毒蛛的妖核同服，能彻底消除残留在体内的毒素。如此一来，非但毒素全清，你能击杀毒蛛，得到它身上的材料，比我给出的答案好了10倍不止啊！哎呀，这。你们居然给得了0分，猪脑子吗？妙啊，遇到火焰雄狮居然还有这样的方法脱困，这个方法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啊。还有这个，用灰烬草去分解萤火蝎的毒素，这是怎么想到的呀？哎呀，我在设计每一道题目的时候，心中便已有了固定的答案，但是此人却能以更完美的方法解决了我所设计的每一个难题。醍醐灌顶啊，学海无涯，永无止境，古人诚不欺我，天才。让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啊。秦晨，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啊？他人呢？马上把他叫进来，让他参加2轮的考核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实际操作方面到底如何。不好，在您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派人去通知结果了，恐怕那个秦晨现在已经离开了呀。你说什么？
马上随我出去，看看人到底走没走。若是人不在，有你们俩好看的。哼！经过欧阳导师和陈木大师的批改，成绩已出，现行公布。魏震。啊，是我大哥，我就说我在炼药意图上很有天赋的。安静。魏震，多谢。赵灵山。李清风。王启明。王安。老天开眼，让老朽通过了笔试啊。哎，这个王安30多岁才成为炼药学徒，这30年来每年都要参加数次炼药师考核，总计不下上100次了吧，可始终没有成为一名炼药师。你们几个通过考核的，收拾收拾跟我进来吧。且慢，为何我不在名单之中？没你名字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我不可能没通过笔试。不可能？清晨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好了，没你名字便是没有通过考核，你若再阻碍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晨，你以为炼药师的考核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可笑。哼。那我们先进去了。三位大师。大师。大师。谁是秦晨？我便是。你是秦晨？流光大师，是陈木药师给他报的名，没有惹怒到您吧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。好，很好，看来我大玄国丹阁未来有望了。好，你们七人随我一同进去，参加第二轮考核。各位请。陈少，藏得好深啊！这，哎，秦晨，不，他都能考上？不是啊，这不，我凭什么？我怎么又没通过啊？第二轮考核是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一项，此次第二轮考核将考核诸位的控火能力。控火能力怎么办？怎么考？以前考核不就是变药什么的吗？10项操作中也轮不到控火呀。炼药的10项操作分为变药、分药、热顶、控药、控火、名单等。这其中变药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，也是作为一名炼药师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，以往的考核也都是考这一项。怎么，大哥，想不到流光大师会考控火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能力的大小是一名炼药师能否炼制出精良丹药的前提，若是连控火这一细节都做不好，谈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。第一个，魏震，展示你的控火能力吧。丹火分为很多种类，包括震火、真火、妖火、地火、天火等，其中真火、妖火是后天所得，
为外火，而炼药师自身真气所形成的火焰为真火，属于内火。炼药学徒没有专门修炼过火系功法，无法形成真火。掌握真火是炼药师最基础的。这就是你所展示的控火能力吗？将你面前的火焰分为三朵，呈品字形展示一下。连最基本的控火能力都做不到，也来考炼药师？下一个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表面上考验的是炼药师控制火焰的能力，实则上却是考验炼药师精神力的强弱以及细致能力。这可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过程，对灵力的要求极高，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，所以还是让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吧。下一个，王启明。退下去吧。看来还是练刀更适合。这流光大师的要求也太难了点吧？这样下去，有谁能够通过呀？下一个，赵灵山。错，好，终于完成了一个，不错，你通过了。谢三位大师。下一个，李清风。分焰是控火能力最基础的技能，一名炼药师必备的能力。
其实流光大师出的题目很简单，只要明白了火焰的属性，明白了聚火阵的运转，再加上一点点精神力的掌控，便很容易完成考核。三朵火焰是火焰结构里最基础的结构，一名真正的炼药师在一阶精神力下，若是想要完成五朵也并非难事。真是天才啊，燕分五朵并且操控得如此自如，能力非凡呐。 啊还算不错，你通过了。多谢流光大师。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并非灵力有度过人，他觉醒了应该是一种火系血脉，天生对火焰敏感，修炼的也是火系功法，体内真气自带火焰属性，因此在控火上比其他炼药师轻松数倍，自然容易。下一个，王安。竟然通过了三个，本以为第二轮考核会难到极致，谁想到六个人当中竟通过了三个，这也是超出预期了。下一个，秦晨。秦晨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怎么只激活了一半的阵法？连聚火阵都激活不了，也想通过控火考核？秦晨，你不是炼药学徒，能激活一半的聚火阵你是不错了，到时候回家烧饭应该用得上。现在应该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天才了吧。秦晨，你下去吧，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根本无法做到焰分三朵，所以